看见会风起云涌，平环宫跌宕起伏。大家好，我是不会解说的街霸炮。这一把比赛的话，给兄弟们解说一下我们雪山的一个第一魔丸之争啊，好吧，我们雪山一共三个魔丸仔，以前有四个，以前的话我也是魔丸仔，好吧，雪山有四个比较厉害的魔丸仔，第一个是那个定心套的那个魔丸仔，第二个是晚叹息的一个魔丸仔，第三个的话是对面皇家轰炸机的一个魔丸仔，第四个的话是表弟的一个魔丸仔，所以说的话，这四个魔丸仔的话，在我心目中呢，应该硬件的话，如果说排次的话，我觉得因为皇家的这个号的话，现念比较好，装备我没有见过，我觉得皇家跟表弟的话应该并列第一是没有问题的，叛西的话第二，然后的话那个定心魔丸仔的话应该排第三吧，可能啊，可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这一把比赛的话，这边观战方的话是有一个一速，对面的话是一个二速。还是那句话，一速魔丸在的话要把对面压倒才有优势，二速魔丸在的话就是没有倒地情况下面，其实二速魔丸在都是有优势的，因为观战方一速出宝宝嘛，就出宝宝只要对面有牛劲的一个效果在，对吧，出的不管是隐身宝宝还是不隐身的宝宝，观战方的话出宝宝都会单回合受到伤害嘛，就所以说的话一速魔丸在不一定好，而且对面立风的情况下面观战方先秒对面后出宝宝，就所以说的话其实二速魔丸在只要不倒地的话都是挺有优势的，就如果说倒地的话就没有那么好打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比赛的话，第五回合两边的话都是一个摇头摆尾的一个进脉。兄弟们，你们可以注意一下细节啊，对面的话宝宝所有的配速，一般来讲的话所有的配速两边法系打法系嘛，基本上的话都是一个血腰带，所有的配速的话应该都会比法系要慢一些，就是观战方也是法系嘛，就等于说对面的宝宝快，两边的法系都是慢的，就等于说的话对面如果一旦倒地的情况下面宝宝拉自己，观战方的话魔丸在的话比对面先出手嘛，就卡在中间摇头摆尾，就对面不太容易起来，所以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我觉得观战方魔丸在的话还是要起个牛劲啊，哪怕对面的宝宝有电魂闪的话，牛劲这个东西还是要起的呀，因为魔丸在这个门派的话有没有牛劲的话确实是两个门派。比赛的话第八回合，哇，对面秒得好凶啊，有很多兄弟们不知道对面皇家战斗机的这个轰炸机啊，这个硬件啊，我也没有看过对面的硬件，我只知道对面的闪电特别好，专用闪电加法爆伤害，就基本上也是全服数一数二的闪电啊。比赛第十回合，这观战方的话还是没有选择用牛劲啊，对吧，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法术灾害两边差的有一点点多啊。我跟兄弟们说一下，硬件的话绝对不会差的太多，但是这个法术灾害可以看得出来啊，有没有牛劲的话是真的差的很多。比赛的话十一回合，二十四回合的话应该两边就要决出胜负了，因为讲道理的话我是玩过魔丸在这个门派的，二十四回合之后的话两边宁愿一丢的话就一回合多打一千点血了，固定伤害啊，而且是固定伤害一千点血。 OK， 两边的话互相驱，对吧，下一回合的话对面是肯定要起牛劲的，观战方再起这不就行了，对不对，对吧，不起牛劲是真的没有伤害啊。对吧，观战方起，而且我觉得观战方是一速的情况下面啊，其实观战方的话要多用一下那个纸人啊混元闪啊，因为观战方用纸人的话可以用三回合，就对面用纸人的话观战方会先秒一回合嘛，对面用纸人混元闪的话只能用两回合，我觉得一速魔丸在的话可以多起一些这样的，对吧，防御型法宝会比较好一点，两边的话互相在亲首发的一个电魂闪的一个宝宝，秦三叠，我觉得秦三叠打人会比较好，真的，这个宝宝的话我觉得就如果说对面这个宝宝神有神一把的话，我觉得观战方挺难受的，好吧，
我觉得棺材饭现在有牛劲的话，摇头摆尾点着对面人摇会比较好啊。哎呦，就得下对面这个宝宝啊。我觉得这宝宝一神的话，心态直接崩了，兄弟们。哦，两边的话都亲宝宝了。他可能是觉得对面这个宝宝有电魂闪，那万一把对面这个宝宝清掉的话，对面是首发宝宝，那清掉之后的话再出个电魂闪呢？因为对吧，皇家那边的话经常打剑魂单挑赛，带两个电魂闪也是很正常的呀。我觉得点对面人物单位秒啊，对啊，点人物单位秒啊，就如果说你群秒触发飞沙走石了，对不对，带到宝宝的话就赚，没带到宝宝的话也无所谓，你点宝宝秒太亏了，真的，对吧？因为他这个摇头摆尾这个技能可以触发单秒跟群秒的，你懂吗？就点对面人物秒就行了。哎呦，还是点了宝宝摇头摆尾。你看这种摇头摆尾触发单秒，我都觉得亏了，真的。OK， 再摇一把，哦，再触发群秒啊，这一把就赚一点点，对吧？就正好。OK， 对面有闪现，闪现的话，下一回要用法术反雨。关键翻要点的人秒啊，不要点宝宝秒了呀。兄弟们可以看一下呀，碾边的话打到第十九回合，关键翻的流进比对面多起好多回合，为什么怪战犯没有打开优势呢？就是因为对面那个血宝宝吸收了太多的一个伤害，两边的药品都是12比12，怪战犯反而还多用一个药品，看见没有？就是对面宝宝吸收伤害太多了，你知道吗？就但凡宝宝神一把，真的怪战犯扛不住，真的。对面下回合出宝宝了，马上24回合了，怪战犯有灵元早点丢。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如果说盼西对魔丸在这个门派的话了解比较多的话，下一回合就是24回合下下回合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三点零元给甩过去。他回合制游戏，关键翻先出手。我们来看一下，马上24回合了。哎，就这几把，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就是盼西那几把烧宝宝的话，我觉得太亏了呀。就如果说那几把一直是点着人物情三叠的话，我觉得对面最起码得多用3-4个药，对面出瞬击了。嘣嘣，天下第一瞬，兄弟们，这瞬击13个 W 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13个 W。 棺材翻也挺猛的，面对天下第一瞬，棺材翻也不出宝宝。兄弟，这一把瞬击啄过来，这痛的呀，哥。 OK， 还好对面宝宝先出宝宝，哥，对吧，得先出宝宝。24回合把灵元丢了，先丢灵元，再秒，加限定激发就没有丢灵元了。对面丢不丢？对面丢灵元，看一下对面有没有丢灵元了。因为他群秒一回合才1000连血，一把灵元一回合固定伤害1000连血。对面出配速，起法术反雨，人物丢灵元。哎呦，两边都不丢灵元，二十四回合的灵元都不丢嘛，三点零元一回合固定伤害有1000点血啊，兄弟们，1000点血什么概念啊？我觉得两边都玩的挺菜的。哎呦，这不丢灵元啊，好难受啊，兄弟们，我真的有强迫症，真的好难受啊。这两边3点零元都不丢啊，我真的好难受。宝宝有神丢灵元，哥，为什么不丢灵元呢？我真的有点搞不懂啊。这边你们可以看一下群秒的伤害啊，他群秒带过去，一把群秒2000点伤害，这个可能还是有法术波动的一个情况。看一下对面啊，对面有牛劲，一把三味真火3700，有没有带群秒？没有带群秒。我们来看一下普通的群秒能秒多少点血。哎，碾边的话，我觉得对魔丸在的这个理解的话都比较差，3点零元的话都不丢啊。他24回合丢3点零元，现在到28回合到4回合，每一回合掉1000点血，这个时候已经是多吃两个药了。就对面先丢棺材翻多吃两个药，棺材翻先丢对面多吃两个药，对面是8个药，现在是9个药，看见没有？所以说这零元没丢，好可惜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比赛的话29回合。哎，关键翻是以亲宝宝为主啊！我跟你说，但凡就对面这一回，
就对面这一把比赛的话运气可能是稍微差一点，宝宝是都不怎么神啊，就对面但凡宝宝稍微神一神的话，其实棺材翻挺难受的。哎哦哦，神了，你看没有，摇头摆尾，对面也亲宝宝。 OK 8800，两边的话不丢零元，这个是我有点看不懂啊。里面的话宝宝还有护盾啊，你看到没有，关键翻是肯定要出宝宝了。对面很细节啊，把血卡满，因为魔丸寨有个经脉啊，魔丸寨的神器是气血比对战翻高的话法术伤害会增加，你懂吧，所以说的话满血的魔丸寨的话一定比这种残血的魔丸寨的法术伤害要高一些。关键翻起婚姻伞，这两边不丢零元啊，兄弟们，就如果说这两名参赛运动员看见我的解说的话，下次的话一定要丢零元，我求你了，你不丢零元我看到我好有强迫症啊，兄弟们，真的，要不是我这边被封了，真的我恨不得买个高铁票过去把你们丢零元，真的，3.0元是真的猛啊。我跟兄弟们说一下，他3.0元配合一个摇头摆尾，他不是有一个圈圈吗，每一回合固定伤害将近1000点血，就这个1000点血太舒服了，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像两边的话都没有打出神佑163啊，你头上面挂个圈圈是真的帅，你看没有，头上面这个摇头摆尾的话有一个圈圈，就什么破163破神佑都特别舒服。而且现在比赛的话马上38回合了，24回合丢已经38回，24回合14回合，等于说你丢一把零元的话等于说要多读多少血啊，多读将近一万多点血，1万多点血，三个大金啊，兄弟们，最起码三个吧，就棺材翻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药了，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就棺材翻给对面丢的话，对面这个时候已经也是一具尸体了，懂了吧，两边的话这个魔王在这个细节的话确实没有把握的那么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啊，这一把比赛两边倒地的话观战翻优势要大一些，不过对面这个时候小孩能不能神很关键，我觉得这一把秦三叠观战翻是有失误的，因为秦三叠哪怕对面倒了对面有小孩啊。我们来看一下对面把观战翻甩倒，观战翻还有3个9转，这个时候如果说观战翻有那个魔丸寨的那个灵宝拉不起来，拉起来的话秒一圈正好读1000点血，懂了吧，拉起来观战翻是一速可以去秒点的对面人物，对面一倒地的话拉不起人了，对面小孩是一速。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出对面的163了，8级163。OK， 观战翻也神，点了对面秒。我们来看一下这把，两边同时拉起自己，对面会被锁脖，这个就是一速的一个优势。哎，我这一把点宝宝秒，大哥。我跟你说这一把观战翻运气好啊，点宝宝秒还好啊，出的是群秒，出的是单秒，对面163都不会触发，8级163群秒，这飞沙走石他这个群秒的话不一定触发飞沙走石还是单秒的。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几把比赛了，好吧，喜欢大炮的解说的话点个专辑点个关注，咱们下期再见。